要示範添嘛，哇好嘢喎！你啲台下準備好未啊？即係有道具嘅。係啦係啦，咁嗱，你有嘢問好。如果我哋發現到有變異啦，咁我哋會做啲咩咁樣咧？叫佢show證件啦！即刻叫佢show翻個證件出嚟。點樣？我哋會有啲咩策略對付？打個招呼啦，阿Sir Madam你好。影佢相啦。影相啦，包括影相啦，又或者通知九察啦，又或者所有即係大會有關嘅人啦。其實咁樣嘅，當你懷疑佢係變異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直接問佢係咪嚇咁咧，同埋咧最好影埋佢相。影咗相先。因為根據警方嘅一啲守則，呢啲人執行職務嘅時候咧，佢要將佢個警察證件咧掛喺當眼嘅地方嘅。如果他說不是，他亦都不掛的話，拍了他相，第二天我們求證到他是警察的話，我們一定會去投訴。好，所以個次序就是，第一你發現了應該醫委是拍了他相先，一看就像差佬打個招呼，阿 Sir 你好啊，多數的短頭髮剷得很高那些啊留低咗即係一個 record 啦，就可以。但係都要小心啲嘅，即係唔好係人呢個似就真係影人相，即係觀察一陣先自己做。佢哋唔會播㗎，因為而家佢幫佢打緊工嗰個老細，佢哋其實都唔係好中意㗎咋。你哋一投訴佢，佢可能輕則冇得升職，重則可能連警察都冇得做㗎。所以喺呢種情況下，你影咗佢相，第日求證到，佢就大鑊㗎啦。